第七页，好，现在我们要从最小的开始画，从最小的开始画。来，因为从最小、最小、最小，那人表你是最小，表示人家都比你多啊，人家比你多，你就会往外面拉，往外面拉，懂不懂了？懂不懂？懂还是不懂啦？哎，你既然你不要去找那个中间的哦，你不要找那个中间哦，他比你少，所以要往里面说。哦，我问你，我这么多啦，啊你呢？你比我少嘞，你比我少嘞，你就要说进来。啊，他比我多嘞，他就要往外啊，一下子往内，一下子往外，你会搞混，听得懂了？啊，所以我的习惯，我的习惯都是把最少的先画出来。啊，我比你多就拉嘛，啊，你又比我多，再继续拉嘛。会不会了？懂不懂了？懂不懂啦？啊，所以我的习惯都是把最小的最小先画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现在学会两个喽，谁先画？倍数前，倍数前，还有最小的倍数前，还有最小的。来，这题谁先画？加比乙多哎，加比乙多，啊，乙又比丙多，丙先画，对，丙最少。你们读题目好快哦，丙最少。好，哎，是甲在跟乙比，跟丙比，还是乙在跟丙比？啊，所以要接着画乙，啊，乙比丙多。好，先一样，先画一样。好，先一样，然后再画，再拉，往外面拉多30，画上去。好。哎，甲呢？啊，有了乙，甲就可以跟他比啦。好，先一样，先跟乙一样，看得懂看不懂？啊，乙长什么样子，你就画什么样子。好，画跟他一模一样。好，画的一模一样，只是跟乙一样，懂不懂？你长什么样子，我就长什么样子嘛。所以你多少就是我多少，可是我还比你多。再拉，再拉，再多多40，会不会了？那请问你，他们三个总共多少？没有，他只有说甲跟谁？糟糕，只有甲跟丙呢，只有甲跟丙呢，只有他跟他而已哦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所以多少？310，好。再来嘞，哎，好厉害，没错，对，你一个篮子，我一个篮子，然后外面又多的嘛，所以310扣篮子外面的减30减40减70，所以等于240，240就是你一个篮子，我一个篮子，所以再把它除以2，所以一个篮子装120，再来你会了，来你120，来你120往外面拉，150，啊，120加30加40，没错，等于190，收工。好，下一题自己来。哇，好长哦。乙比甲少，乙比甲少，丙比乙再少，丁比丙又更少。一直比下去越来越少啊，乙比甲少，丙又比乙再少，所以全部你要先画。先画谁？丁。好啊，丁是比丙主少7个，那换句话说，哎，我比你少7块，就是你比我多7块嘛，对嘛？